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冯丽娟，欢迎你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 Study with me 的视频，就是 Real Time Study Session。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 Final Week 了，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事情，然后有很多课要复习，有很多 paper 要写，所以我刚好就录一个这样的视频，记录下我平时真实的学习状况。因为之前那个视频，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反馈说感觉很有用，就是在学习的时候，假如说你静不下心来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没有人跟你一起学习的时候，你可以点开这个视频，假装我就坐在你的对面跟你一起学习，看到一个人跟你一样正在奋斗的话，可能会潜移默化的激励自己，所以这就是这个视频的目的，希望这次的视频可以帮到大家，然后让我们一起 Go Go Study Day Day Up。 这次我打算学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，用这样子的就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学习方式，所以我现在需要设置一个闹钟是25分钟的。
Thank you.
成一项作业或者是任务的时候，拿笔给它画掉，是个非常爽的事情。就感觉哇，我做到了。掉下去了，用点力气好不好？你用点力气好不好？北京滩，乌泥滩。